四十八分，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阿帕奇 LTDB 社区的黄向东，今天来代表LTDB 社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使用 Earth Chat 的一个经历，看看 Earth Chat 如何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构建一个在国内的一个阿帕奇 LTDB 的这样一个社区。那首先简单介绍一下阿帕奇 LTDB，LTDB 是一个面向于工业互联网的一个高性能轻量级去管理实验序列数据的一个数据关系的，它主打的是高性能和丰富的一些功能。那2018年进入阿帕奇的孵化器之后呢，在今年9月份终于毕业成了阿帕奇的顶级项目。那我们用户现在覆盖着德国、美国和中国一批搞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的一些厂商。那 LTB 我是从中国高校发起的一个项目。那高校和很多的企业主导的项目不太一样，就是我们的开发者初期的开发者并没有那么多，我们的用户也没有很多，我们也没有很多的funding资金去做大力的推展和推广宣传。那因此呢，我们其实要解决第一步就是如何让生态发展起来，让社区发展起来。很不幸的是，我们2010年进了社区之后，我们也采用了 GRUH 去管理艺术，采用 Mailist 的去公开的交流问题。但是呢，我们发现过了半年，仍然没有，就很少有中国的开用户去做反馈。后来我们分析这个原因，但是我们其实在线下见到了很多的用户在告诉，见到我们就会问我们这个系统他们在使用的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那我们分析这个原因呢，其实主要是国内打开 GRUH 太忙，国内很多人都不知道 GRUH 怎么用。于是后来呢，我们打开了 GitHub 的艺术，那打开之后呢，充分感受到了国人的温暖，就开始有大量的中国人开始在上面去提问问题。那甚至呢，以至于我们刚打开的时候，刚刚打开没几天，里面充满了大量中文问题之后呢，就有一个外国人就写的说 doing translate in English， 让我们把这些交流给翻译成英文。然后后来呢，我们就把所有用户大家用中文提的问题呢，我们都给他进行了一个英文的翻译。不过这也可以看到 GitHub 和中国人去做开源的时候，他可能大家更大的习惯是使用 GitHub 去做艺术和做 PLPR。 那有了艺术之后呢，于是另一个问题暴露出来了。在之前使用 PR 的时候，prequest 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别人提交了一个 PR， 我可以半天之后再去 review， 或者一天之后去 review 都没有太大的关系。提交 PR 的人是有一定的耐心去等待这个事情的。但是对于艺术是不一样，艺术是用户的一个很急迫的一个想解决问题的一个呼声的一个渠道。那这时候我们也希望他们一旦提交的问题，我们应该第一时间知道有这样一个艺术，并且去做回复。当然同步的，如果说对于那些 PR 别人 review 了我的代码，或者 review 了别人代码，我们能第一时间去看到这样的一个 review 结果也是很好的。那怎么去快速得到艺术的 PR 通知呢？其实 GitHub 是有这样的机制的，但是呢，其实由于我们可能在往以前关注了太多的项目，所以你的这个 notification 通知其实里面充斥满了很多现在你不是不想那么关心的东西。所以这个，而且你也不可能每天的无时无刻的不去刷网，去刷网页来看有没有新的 notification。 直到我们在后来发现了这样一个OS Chat 之后，我呢感觉发现了新大陆。那这样一个工具呢，它使得这样的消息能被及时推送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微信群里面。那么有了，随时有了别人提交了一个艺术，我能看到他在说什么；别人提交了一个 PR， 我能看到这个 PR 是不是通过流水线测试，是不是有人在 PR 上做了 review， 然后以及我给别人的 review 是不是作者是不是进行了回复。那你对于关心的信息也可以马上把它点开来想查看具体的详情。那对于这样一个开源项目来 ，OS Chat 服务开源项目的，对于这样它自身也是一个开源项目。对于这样一个服务开源项目，开源项目来说呢，其实我也有很大的兴趣去体验它和去完善它。那最早的时候呢，实际上我刚下载一下代码，我不太会编译，因为我没有用过这样的 JavaScript 这样的语言。那么我也提交了艺术，并且去做了对应的作者很快就维护者忙慌给了我回复。那后来呢，在使用过程中，我从自己的体验出发，也对应的做了一些很小的一些提交了一些很少的 PR 去做了一些贡献。那比如说呢，
其实我们说最早的时候，这里面的会把仓库名字放在每个消息的最前面。但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 IoT 的项目来说，所有的消息前面都有 IoT 的这个单词，它占了很大的一个空间。但是这些 IoT 的这个词呢，在这个消息，在这个群里面，其实它是一个无意义的信息商。那我的一个 PR 呢，把它移到末尾，也就被嗲嗲嗲给省略掉了。这样会使得我们不点开消息就能看到更多的信息，那使得我个人感觉体验也会变得更好。那其实有了这样一个OS Chat 之后呢，我的个人感觉是，我们和这些 review 代码的人、提交 PR 的人和提交艺术的人的这个关系变得更近，这个交流变得更及时，那也一定程度上让我们的社区发展的脚步变得更快。那未来也希望 OS China 不仅去能服务于 IoTDB， 服务于阿帕奇的社区的开源项目，能服务于更多的开源项目，让更汇集更多的开源项目，让更多的开源项目受益。那我们也祝愿 OS China 拥有 OS Chat 有更多的这样的更强大的功能，包括和Jira 去同步，包括也能把消息发到邮件列表里，包括甚至也能有这样中英文转换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功能。那祝愿 OS Chat 能走得更好，也欢迎大家去关注 IoTDB 这样的项目，谢谢大家。